我的口水已经止不住了，太香了。没素质，我也装作不想吃。这个时候给他们炸猪排会怎么样？一口怎么够？两口也不管饱。六甲老奶奶这几天对老头很温柔，对发财就非常不友好了。她一天要对发财呼好几次。发财又不太想搭理，总是躲着他，不搭理六甲就更生气了。什么时候送他去上小改造？天天这样我可受不了。上了床，发财就特别的高兴。好了，发财不到了，发财可以了。小姨怎么不喊我吗？哇！哦！好了，不怕了。好了吧，耳朵就被你们洗完了。哎呦妈！好了吧，好了吧，好了，开心了，开心了。你有神经病的是吧？Yeah.